我的手机进水了，我借同事的打给你的。你的手机怎么没事啊？啊，我的没事。你手机要是进水了，你回家放到那个大米袋子里试一下。知道了。那个刘然没事吧？ 手术还算挺成功的，现在他的双肺已经开始工作了。啊，那就好。可是后面还要经历更多的考验。抗排斥、抗感染，是肺移植之后心肺存活的两大难关。有夏医生在，这些都不是问题吧？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厉害，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。也包括你，梁木泽。 谢我什么？谢你帮我带回肺源，还有，谢你带我在水下脱险。之前因为卓然的事情，我情绪有些激动，对你说了很多重话。对不起啊。其实你挺好的，越来越觉得。 生死关头，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用怕，还挺安心的。谁在你身边？啊，那个田勇和夏冬在我旁边。我开车从河南回部队，然后手机连的车在蓝牙。小周啊。 喂，小硕，杨木泽，我讨厌你！杨志，夏医生不会那么小气吧？ 怎么办？我哪知道该怎么办？大家等等我！还有我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